被请出场问的，其实是专门追 aespa 两名成员的知名站姐，他们时常分享偶像的照片，网络上也有十多万的追踪数。其实这种站姐文化和我们的带盘文化非常的相似，在韩国也很常见。不过呢，有人认为这种拍照录影行为严重侵权。千呼万唤 ，aespa 成员 Winter 对着众家媒体摄影机摆出超萌表情，迷翻大票粉丝。在台湾演唱会被赶出场的应援站站姐 Ibris 和 Just 代拍团在 X 平台上相当活跃，有十万多名的追踪，跟着偶像走遍各地搜集各种身影，让粉丝一饱眼福。被宠粉的偶像认出来打招呼，留下专属的四目相交影像，在韩国文化圈，他们总能以不输广告的水准捕捉到偶像的绝美瞬间。粉丝推崇站姐文化，公司也默认，甚至连偶像都会转发。比日本 J-pop 演唱会，粉丝更注重现场享受，官方也严控版权，粉丝还会检举偷拍。七月底，宇多田光开演唱会，开唱前更发出公告，允许用手机拍摄，但不能上传影片。拍与不拍各有利弊，就有人推这个解方。日本团体 Equal Love 专门推出摄影座，限定时间还有座位区可以拍好拍满，但违反规定，工作人员就会删除。要保护偶像的肖像权，粉丝想捕捉偶像绝美瞬间，主办单位恐怕得找出折中方式。华视新闻林志群、刘华台北报道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